社区骑楼下，妈妈牵着小孩路过，后面的这名妇人竟然强行拉扯，想抢劫小朋友。小孩的妈妈牵那个小孩的时候，说抢小孩了，抢小孩了，声音很大嘛。当时我刚刚从那个过道经过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这一幕嘛。男孩的妈妈是这样抢，他在里边这样抢，这样抢。大陆拐卖儿童时有所闻，但大胆在路上就抢起小孩十分罕见。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时间，现场民众赶快上前制止。我就制止他嘛，就是说松手，啊，就是意思是说制止他这个行为嘛。然后他还是不听，后来就是说旁边也有其他人看着，把他拉开了嘛。后来有多少街坊上前一起帮忙？大概有100多人吧。女子被团团围住，抓进警局。这起事件吓坏当事人妈妈和小孩，但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儿童，已经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